走路，他了，他都叫钱包溜达溜达了。哦，这边下车，钱一拿，钱包扔这里边。哎，对，钱一包都扔那溜达了。不是经常能捡到这个钱包。他们捡到的话，就是会去厕所把这个钱包扔了。全都偷了，把他把钱拿走了。这边是女厕。你一般在男厕捡的多还是女厕捡的多呀？有你好几个人啊。一般你才说捡的多呀。女厕捡的多。放着溜走，放到那金银机呀、啊，放到那金银机呀、啊。哦，就放到纸筐里。嗯，放纸筐里。你这个钱包捡到以后，如果有联系方式的话，你还会转还给失主，是这样吗？失了钱包了，人家那留有电话，都给人家打电话，人家来人家都拿走了。哦，有电话的话，你亲自给打电话。亲自他也有他过来一取。有电话号码，一拿过来一取，他都看他有一个身份证。哦，那就是经常能捡到啊。经常不定啥时候能捡到。